在现代物流行业中，叉车是关键的搬运工具。然而，传统叉车防撞系统存在问题，给作业效率和安全带来了困扰。以往的叉车防撞系统，各个方向报警距离相同，侧面报警距离过长，导致频繁误报，打扰了操作员的工作。同时，前后行驶方向的报警距离又过短，增加了碰撞事故的风险。现在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解决方案，我们进行了叉车防撞系统的升级。现在侧面报警距离变短，减少了误报，提高了操作员的工作效率。同时，前后行驶方向的报警距离变长，降低了碰撞事故的风险，安全系数更高了。这种平衡效率与安全的设计，使得叉车作业更高效、更安全。